宗门有一公案说有佛就有魔，请问如何降魔？断恶修善就降魔了，魔就没有了。一念归正，魔也没有了。如果达到最高的境界，佛跟魔都没有。那是什么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了。佛跟魔都没有了。只要有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就有佛，就有魔。净念就是佛。恶念呢，就是魔。六道里面，善念是三善道，恶念是三恶道。